이뻐지고 젊어지고 다이어트 효과도 있고 더 이상 걱정할 일이 없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해보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것처럼 활짝 웃어요. 세상 즐겁다. 걱정하면 무엇에 즐겁게 노래하자.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서 스마일 스마일 스마일. 下午时间呢，我们讲了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啊，为了康复呢，必须得重新激活 T 淋巴，使其恢复正常功能。那么为了使 T 淋巴恢复正常呢，就要清除那些使改变使 T 淋巴发生变异的那个我们所心里所怀的那个意念。所以啊，大家要知道。比如说一个人身患肝硬化或者肺细胞纤维化或者患有帕金森氏疾病，这些疾病啊都是归根结底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所引起的疾病。所以 T 淋巴不断的攻击你的脑细胞的话，那么帕金森氏病呢就无法康复。那么通过干细胞治疗啊，最让人期待的一个疾病啊，就是能用干细胞治愈的疾病，就是帕金森氏疾病。如果人类能够生产出干细胞的话，那么干细胞就可以重新发展成生产盐酸多巴胺的细胞，就可以治疗这个帕金森氏病。那么干细胞能治疗攻克的第一个顽症就是帕金森氏疾病，是吧？人们对此期待不小。还有说脊椎因为外伤引起的脊椎性损伤，下肢瘫痪呢，这骨髓里的神经呢，因为干细胞重新连接起来再生以后呢，那么下肢瘫痪可以治好，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第二顺序。还有就是小儿糖尿病。那小儿糖尿病也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说小孩子自身的 T 淋巴呢敌我不分，然后攻击胰腺，然后专门攻击生产胰岛素的胰腺，使胰腺胰岛素呢无法生产出胰腺来，这就是小儿糖尿病。那么如果干细胞真的成功的话，大量对这三种疾病可能会奏效。其他的疾病不会有太大的治疗效果。那么如果帕金森氏疾病、小儿糖尿病如果人类生产出干细胞，成功的把它植入到人的身体里，如果说植入干细胞以后完全康复了，那么就是打住了吗？所有的问题都解住了。那重新 T 淋巴如果始终在这个
变异的状态下，那么 T 淋巴还会重新什么啊？我都给破坏掉了，怎么又重新好了呢？那么重新会攻击它，就拳头重来，那还得治疗，还得植入干细胞，再植入干细胞，T 淋巴还会来攻击，啊，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恶性循环。那么干细胞的治疗也是一个什么？有局限性的，大家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如果黄教授真的成功的搞出了干细胞啊，那么复发是肯定要复发的。OK，所以问题的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解决啊，那么啊，除了解除病灶，没有别的办法是吧？治标不治本的话，那么再怎么治也没有用。那么治疗病根，取决于什么？改变我的心怀意念，要唯善是图，是吧？啊，让我的遗传基因呢，啊，向善做反应，所以要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是吧？除此以外，别无途径。那么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新起点生命运动来。所有疾病的康复啊、恢复啊，都是这些遗传基因发生变异的遗传基因的恢复。那么遗传基因的恢复呢，需要靠生命的气息、好的信息，要有爱、智慧来安抚它，这样才会有良性的反应，是吧？才会回到它的正轨上来。这才是我们人类所能做的最根本的一切，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新起点生命运动。那么，比如说，一个人患有心肌梗塞，或者是肺脑梗塞，那么或者是肺细胞纤维化，啊，都是一种结疤，是吧？那这种结疤会清除吗？那么这个结疤，被清除以后，重新产生干细胞，生长出新的细胞。重新填满这个受伤的部分，这样才会是机体的恢复哈。那个结疤到底能不能会消除呢？那么这个结疤啊，在我读一个大学时候，这个伤痕是不会消除的。但是现在科学家们证明了，结疤也能清除的。什么是结疤呢？就是纤维组织，肺细胞坏了，那么在这个坏死的肺细胞的空洞填满了纤维细胞，成为结疤。那么这个纤维细胞我们称之为 collagen，也就纤维素，是吧？那么这个 collagen 纤维素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身体里边，身体到处遍满的纤维细胞从英语叫 fibroblast，称之为纤维细胞。纤维细胞浑身上下哪儿都有，比如说哪儿有伤痕的话这纤维细胞就会奔赴现场。比如说你患有 B 型乙型肝炎，或者饮酒过多，肝细胞坏死了。那么这个时候，纤维细胞就会赶到现场，然后修补那些巨噬细胞以后来，巨噬细胞把那些坏死的细胞都清除，先清除以后，在那个清除的空洞地区呢，那么纤维细胞就进去，然后生产出这个纤维素，然后把空洞填满。那么这个填满的结果呢，就是结疤。那么 collagen 会不会纤维素能不能清除呢？也就是说，结疤会不会清除呢？是一个道理，是吧？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个纤维素能不能被清除呢？比如说脑梗塞、心肌梗塞，其实都是 collagen 所引起的，是吧？那么，从过去啊，一直以为这个结疤硬巴巴的结疤呢是不会消除的，是吧？但是。
在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形呢？女性啊，在这个鱼尾纹呢，为了清除鱼尾呢，在皮下注射纤维素是吧？那 Botox 之前呢？Botox 之前呢是这个 collagen 哈，过去我脸上皱纹很多，现在没有了，健康年轻心态年轻，皱纹就没有了。我没有打Botox，如果打 Botox 的话，这个皮肤活动不是很自如的啊。你看我脸这种表情不会这么丰富。注射了 Botox 呢，它的肌肉被麻痹了，是吧？所以这个，所以这肌肉呢被强制的被拉开了，是吧？所以表情就变得僵硬了。你看我的表情丰富吧？肯定是没打 Botox 是吧？那么在 Botox 之前呢，这里鱼尾纹呢，人们通过这个注射 collagen 来，男人们对这个。对，那女人对这个鱼尾纹呢，很是介意，是吧？在皮下注射了 collagen，那么这个 collagen 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是不能生产，那么 collagen 的注射是怎么搞到的呢？生产出collagen 的这个技术就叫生物工程，从人体上取出纤维细胞，然后把这个纤维细胞打开，把生产 collagen 的遗传基因呢，把它剪切下来，然后把它放到大肠菌里边，大肠菌就变成生产 collagen 的大肠菌，大肠菌只要有粪便，它就能生长，是吧？一天晚上。那么一只就变成上亿只，那么一只大肠菌里放上这个生产 collagen 的遗传基因，它就可以大量繁殖，上百亿的生产 collagen 的大肠菌，然后经过这个加工处理以后呢，装入药瓶里，这就是什么？其实不是人造出来，是谁造出来的？是大肠菌，其实也是上帝造出来的，是吧？所以，用人类的手啊是无法生产出 collagen 的，是吧？人类是没有这个本领的。通过遗传基因，通过生命体才能生产出这种生命的原料。那么，这个整形外科大夫啊，就像注射完了以后，这个 collagen 会不会被吸收呢？但是发现在人体内这些 Botox 就被吸收了，是吧？那么，你们脑梗塞发生的这个结疤，肝上的结疤，肺细胞上的结疤，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什么 collagen？那么鱼尾纤下的注射的 collagen 如果被吸收的话，那么我们这些病变部位的 collagen 也应该被吸收啊，理儿是一样的。所以科学家们研究是怎么被吸收的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如果没有需要的地方有 collagen 的话纤维细胞在来到这个鱼尾纹下面说，哎，怎么我们没有生产的？结疤 collagen 怎么聚集在这里呢？这不需 collagen，所以呢，这些纤维细胞里边呢，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对那些没有必要的 collagen 呢，把这些 collagen 溶解以后，重新再吸收利用的遗传基因明白了吗？
所以说肺细胞的纤维化呀，啊，也可以恢复的。你们要对这个有信赖是吧？比如说有脑梗塞啊，也能恢复，有这样的信心，啊，那么纤维细胞呢就去把那些collagen 呢给溶解掉，然后干细胞呢就开始开始生产新的脑细胞，生长新的心脏细胞，生长新的肝脏细胞，啊，新的视网膜神经，新的关节细胞，啊，这些都是我们康复的机制，所以大家不要有疑虑啊。有个这样的患者，那么作为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免疫性疾病的一个原因，就是自责感。这个患者我是每期都讲这个患者啊，是一位虔诚信奉天主的天主教徒啊。那么天主教徒呢他的这个受洗的名字叫 Angela 的什么名字，什么意思，就是天使的意思是吧，啊，那真是像一个活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美丽，像天使一样心地善良。在圣堂他那个教堂里信心也是是教堂里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是已经过了婚期32最近32岁也没什么，也不算太晚是吧，但那个时候32岁过了30就算是错过了婚期了，老处男老处女这个小伙子也不是家里没有钱，也不是没有学问，都好，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的母亲呢刁蛮的厉害，说如果谁嫁到他们家那就死定了，所以这个男孩子一旦相亲了，小伙子人相当不错，因为婆婆呢怎么女方就不想嫁给他，然后这小伙子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婚期，但安吉拉就喜欢他，所以说安吉拉呢决心和这个男孩子结婚。那么安吉拉的母亲会不会反对呢？因为都是在一个教堂里，都彼此都知道，那么彼此了解，所以就劝他不要嫁给他家，嫁到他们家去，因为婆婆太刁蛮。所以说安吉拉说，我嫁到他们家以后，我要用爱心去感化她，感化婆婆用这样伟大的使命，然后嫁到了这家。那么安吉拉也跟别人结婚之前把她的想法呢告诉了她的朋友，而这个朋友这些安吉拉的想法呢已经传到了她婆婆的耳朵里，婆婆就说，你要改变我你说你要改变我，你走着瞧，看谁改变谁，看你赢还是我赢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前途暗淡。安吉拉呢那么想尽一切办法取悦婆婆用爱心用爱，她想尽至诚能够感化她的婆婆，但这个婆婆呢适得其反，越来越刁蛮她现在是跟她的跟儿媳妇的一场较量是吧，到底是你赢还是我赢。后来这个安吉拉呢就内心里就放弃了放弃以后呢然后说我做到这个份上，我就算是尽到最大努力了，剩下我就不管了。周围人不懂，谁知道安吉拉和她的婆婆知道，婆婆一看呢
一看你战术变了是吧？所以婆婆就越来气了是吧？啊，你看，这个媳妇儿，开始跟我玩心眼儿啊，过去对我好，现在却对我不好了啊，所以就一天到晚就是发脾气、发雷霆，然后血压突然升高，然后脑血管突然爆裂，然后中风了，是左脑中风，所以呢。压迫了语言中枢，所以不能讲话，所以这个婆婆呢，中风倒下以后不能讲话，啊，想说说不了，本来脾气不好，她有想法但说不出来，啊，所以都是想说话都是所有的这个器官呢都得一块儿活动哈，所以我们能讲话呀，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是吧？一般的功能哈，所以说有心但讲不出来，就哇哇在那尴尬不止，说不出来啊，这心里就越急啊。你们笑的人呢，啊，都是说哎该啊，有这种想法，但安吉拉不是这样，安吉拉就说啊，婆婆这样都是由我引起的啊，都是我的罪过啊，都是由于我对婆婆不好，所以婆婆得了中风。所以安吉拉呢，好了，那我就是真的就是做牛做马也要好好对待婆婆，要洗清洗清这个罪过，然后她用赎罪的心理来善待婆婆，善待婆婆啊。婆婆呢心里有气啊，讲不出来话，哇哇哇哇这样的，因为你我得了中风啊，就埋怨儿媳妇。所以他讲不出话来，但他的眼神、他的表情，已经把所有的心里的怨恨的都发泄了出来。但是安吉拉无动于衷，他还是一心一意的，为他侍奉他，给他洗澡，给他喂吃的，还要接大小便，一天累得要死要活。进到婆婆的房间里，婆婆说一声谢谢，也算是能够。得点安慰哈，但是尴尬不止，在那里骂那活生不如死，真是生不如死。对他再好那么好心不得好报但是这个心地善良的安吉拉呢，用忏悔的心，晚上也睡不着觉，内心也不平安，所以最后呢，在给他喂饭的时候这个饭粒儿，然后给他擦，往嘴里擦。这个婆婆呢，就趁机就咬了安吉拉的手，疼得要命，所以就不知不觉就扇了他一记耳光。谁笑得最欢啊？谁笑得最欢？哇！这下犯下弥天大罪了，是吧？让婆婆得中风的罪，再加上扇她耳光的罪，安吉拉说：“哎呀，我不可救药了，这下我完了，上帝也不会宽恕我的，我是个罪人。不但让婆婆得中风，还扇了得中风的婆婆的耳光，上帝怎么会饶恕像我这样的女人呢？”他心里就这样是暗自思忖，然后安吉拉呢，这个信仰的自尊心非常强，所以呢，可以到神父那里去做忏悔，是吧？但他做不了这个忏悔，为什么？他怕神父失望，是吧？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心地善良的。因为安吉拉一直受人的赞扬，在这个圣教堂里，他是心地最善良的一个人，但是他却能做出打婆婆耳光的这件事情，他说不出来他不能忏悔，那不做忏悔也是个罪，不做忏悔的罪去教堂去教堂领受圣饼也是罪，那么罪呢越来越积越厚。是在
如释重负啊，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说啊，我现在没得救了，啊，因为我，啊，这样虔诚的信靠上帝，但是我每天都在什么，违背上帝，每天都在犯罪，现在我只能去地狱了，我没得救了。实际上，安吉拉就自己这样想，上帝不会拯救像我这样，这样的恶女人，他会惩罚我的。是的，我死了，那么我受罚也是应该的。所以安吉拉的提林巴就会怎么想？啊、哦，应该受惩罚，我的主人应该受惩罚。然后开始惩罚，真的惩罚他。提淋巴开始引起叛乱，是吧？开始关节，他的关节开始肿胀，痛得走不动道了，啊，自己自身难保，啊，那么婆婆也照顾不来，她的丈夫就大吃一惊。但是这种苦衷呢，还没法跟丈夫讲，是吧？一肚子苦水没法倒，她的丈夫什么，啊，非常著名的大夫啊，都转遍了，但是治不了，所以她带到美国。在美国的医院，这些大夫们也是束手无策。那么，唯一的处方就是给他处方杀死 T 淋巴的药。那么，因为 T 淋巴叛乱了，所以免疫抑制药物是吧？那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下的处方啊，最多就是什么啊？免疫抑制剂。那么杀死 T 淋巴，用药物杀死 T 淋巴的 T 淋巴呢，每天都在反复的产生，越吃越吃，那么反复的恶循环，是吧？那么最后免疫力呢也被降低了，也容易得癌症，是吧？得癌症的概率相当高，几十倍提高，是吧？这样日复一日啊，度日如年。那么安吉拉呢？吃了医院的药啊，情形变得更糟。为什么呢？吃医院的药，他也有什么罪责感？因为什么？上帝惩罚我，让我得关节炎。那么我现在想要恢复健康，吃药，这本身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啊，吃药他心里也不舒服，他的人生变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啊，失眠呐，啊，精神衰弱啊，那么成天在精神的折磨下度日如年，啊，变得非常复杂，非常难过，所以病情越来越恶化。丈夫领着她在美国走了1个月，所有的大医院都走遍了，但是处方呢都是一样的，都是免疫抑制剂。后来又偶然的听到。新起点生命运动的信息以后，来到我在美国的中心。然后丈夫呢，因为假期满了，他先回韩国，然后这个 Angela 留下来和我一起这样进行，心理交谈。那么我就知道，这的确是什么症状是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内心肯定有什么，有伤痛，有抑郁的东西，是吧？郁闷，那么。那我首先得了解，才能给他提一些咨询和建议哈，所以我就开始这样这样的，这样那样的向他提问，想尽快的得出一些线索。他说啊，供养婆婆，那婆婆啊，我婆婆是个好人啊，我婆婆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说他不给我情报，不给我信息。啊，一开口就说什么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啊，说心地善良，但是他说婆婆是好人呐，说我不累呀，啊，都是什么？都是骗自己的话，是吧？啊，可能有一个另外的安吉拉坐在那里，是吧？啊，认识那样的人呢，还是怎么的？啊，周围有那样的人。所以那么再跟他讲，他也不会给我透露什么真实信息。
但是这个女人的确需要帮助，所以我仔细的观察她，啊，她虔诚的信上帝，信心也非常好，但是是不是有一种罪责感，有一个难以启齿的自己的这种罪责感，压抑她的秘密啊，无法向人公开的难以启齿的秘密呢？我就这样猜想。所以我再怎么套话也套不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跟任何人没有讲过的秘密，他心里隐藏着这样的秘密。所以我呢，给他打开了圣经，因为圣经是真理，是吧？我让他看上帝的真理，我给他看的就是。路加福音，昨天晚上我们看过。你们要吃杯，像你们父亲的吃杯一样。因为35节，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即便是那些作恶的和忘恩负义的，上帝也恩待他们。我给他看了这段经文。那么安吉拉的表情，就突然就变了，大吃一惊。他所认识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是一个只对那些乖顺的、善良的人，赐福；对那些恶人呢，诅咒他们、惩罚他们的上帝。啊，安吉拉所认识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啊！哦，他大吃一惊。那么天堂和地狱为什么存在？啊，是个非常好的提问。那这个提问呢，我以后回答你。啊，非常好的提问啊。他恩待那些作恶的人，甚至那些作恶的人，上帝恩待。安吉拉发现这段经文以后，啊，眼睛好像突然亮了，然后望着我的脸。我第一次才看到经文里有这样的经文，所谓那些虔诚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懂圣经，是吧？圣经看都不看，那么说什么虔诚信仰好啊，都是去什么打扫卫生、做饭。信仰好不光是那些，信仰好就是你们要了解真理，了解上帝，是吧？认识上帝，啊，明白这个宇宙的原理，理解它才是好的信仰。对那些作恶的，上帝恩待他们。我就感觉到我一下点中了要点，是吧？然后我给他看了什么？马太福音26章。如果圣经人物当中最恶的人是谁呀？是犹大，是吧？犹大是个怎样的人？出卖耶稣的人，是吧？出卖耶稣的耶稣呢，是怎样对待他的呢？我们要了解，是吧？马太福音26章20。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啊，就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夜晚，和12个门徒呢，铺设了最后的晚餐。那么，在最后的晚餐之前呢，耶稣已经预料到了犹大要出卖他，犹大的一言一行尽在耶稣的眼中。那么，耶稣都知道以后呢？在夜幕的时候呢，和12门徒坐席，一同什么？
一同作息，坐在一起。坐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啊？说明耶稣爱他们，是吧？没把他们当外人。如果我是耶稣的立场的话，那么和十一门徒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哪个得除外？犹大这家伙竟敢出卖我，三年半你跟从我，竟敢背叛我，我都知道你那点小秘密，我都知道。什么邀请门徒的时候，除了犹大十一个门徒过来，那么不会和十二个门徒，包括犹大的十二门徒坐在一起，但是耶稣没有那样。耶稣把这个犹大也包含在了他所爱的范围之内，犹大这个人呢也与他同坐席。我给他讲了这段经文，那么安吉拉又吃了一惊啊，然后我给他讲，耶稣说，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是这样讲的，是吧？我真的告诉你们，真实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个人呢要出卖我了，是吧？啊，这样讲的。没，耶稣是这样讲的。如果我李香九的话，我会怎么说？啊，那么盯着十二个门徒，尤其盯着谁？盯着犹大，是吧？然后咬牙切齿的这样上下瞪着，说什么？你们中间有个家伙会出卖我，啊，咬牙切齿的是吧？耶稣不是这样的，一视同仁，对善人对恶人一视同仁。这句话说，犹大呀，你的心怀意念我都知道，但是我仍然理解你，爱你，我都知道，所以你现在还不晚，悔过自新，啊，要有个新的心怀意念，阻止你的恶行，啊，这是对犹大的爱的劝勉，是吧？所以大家看圣经都是网看啊，读圣经也是，你们认为耶稣是小心眼是吧？啊，咬牙切齿的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耶稣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大慈大悲的人，是吧？但人呢，从人心去揣测上帝，尤其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这样读，是吧？所以旧约和新约不一样，是吧？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废止旧约的这些论调。所以旧约和新约呢，它是一脉相承的，大家要理解它，理解到这一点。啊，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圣经。回家你们在网上可以看，昨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文章，十三页的文章，啊，旧约当中的战争，旧约当中的复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都是复仇，是吧？这都是复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啊，要偿还罪恶，是吧？要复仇，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谁拔了你的牙，你也去拔人家的牙，是这样的意思吗？圣经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读它。但是圣经呢，耶稣说让我们爱仇敌的上帝会让我们说以眼还牙，以牙还牙吗？那不会的，前后不是矛盾吗？但是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圣经里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旧约圣经当中，啊，那么归根结底，啊，那么上帝只能这样写，出于对谁的考虑？对人的考虑，是吧？人呢，受了这个伤害以后呢，比如说断了一颗牙，那么拔对方一颗牙，以此打住吗？不是的，是吧？你拔我一颗牙，我得拔你满口牙，啊，这才是人的心理，复仇心理，这种恶劣的本性啊，在人身体里面，是吧？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拔一颗牙，你去拔人家的一颗牙，扯平就算了，打住，能做到这一点，对人类来说，恶贯满盈的人来说已经不容易了，已经够道德了，是吧？哦，我们里边，啊，我们里边，啊，啊，都有这种暴力的自我，是吧？然后就像这个韩国某大企业的老板一样，儿子被人欺，老子带着这个黑帮去教训人家，大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啊，那么对这样心性的人说啊，你爱仇敌吧，打你的左脸，那么把你的右脸，那么能行得通，能说得通吗？行不通的。所以呢，对这些恶贯满盈的愚蛮的人呢，上帝退一步，让他们行到能够行到的道德标准，所以慢慢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引到什么，啊，引到什么能够爱仇敌的这个境，啊，这个境界，是吧？啊，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爸爸呢，有个爸爸，有6岁的哥哥，有4岁的妹妹。这个老爸啊，希望这个兄妹之间和睦哈，你们要彼此要相爱，是吧？啊，谁做错事情的话都要饶恕啊，你们要啊彼此包容，要爱仇敌啊，像这样啊，那么苦口婆心的讲，带他们去教会，给他们讲圣经啊，苦口婆心的教育他们，他们怎么样？啊，随妈妈，所以呢，啊，贪心很重。有一天，爸爸为了让他们幸福啊，啊，买了巧克力，一人给一个。下班的路上买2个巧克力，你一个，你一个。这个小女孩啊，4岁的小女孩啊，啊，她欲望很足。所以哥哥不留神的。上厕所的期间呢，就把哥哥的巧克力给吃进了嘴里。哥哥生气不生气啊？啊，把妹妹手里的2个都抢过来了，都吃掉了。妹妹就不干了，啊，开始就撒野了啊，开始啊啊啊，嚎啕大哭，开始撒野啊，哥哥欺负我。啊，这样的事态呢，为了不让阻止这种事态发生呢，那老爸就得怎么样？就说，啊，他吃了你一个，至少你得还他什么一个，啊，这是最起码的底线的伦理，是吧？啊，啊，那么那些恶贯满盈的人，你让他去爱仇敌，能做到吗？做不到，他们的灵性不够，是吧？为了把他们的灵性拉升到能够爱仇敌的境界，那么上帝呢给我们铺设了一个方便，那就是什么？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眼啊，就说你人家拔了你一颗牙，你拔人家的一颗牙就适可而止了，不要什么拉着全部落的人去打群架，是吧？啊，就是打死他为止啊，那部落之间发生这个群架，是吧？啊，那就大事不好了。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吧？所以我们的灵性的这个幼稚不熟啊，那么上帝眷顾我们自己灵性的幼稚，是吧？然后上帝呢给我们铺设了一个最底线的伦理，那就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是到此为止，打住。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把我们的复仇呢正当化，找名分，是吧？什么贸易中心也给他摧毁的话，那么美国就动兵打伊拉克，美国国民欢呼鼓掌，这种穷兵黩武是不行的，不是圣经的精神，是吧？大家啊，这句经文也在这样的脉络上，你们要了解。
啊，你们中间有个家伙背叛我，不是这种信息是吧？体现了上帝无限的慈爱，是吧？因为上帝本身是爱，他的属性是爱。如果你们不用去爱去读圣经的话，那么，那么从圣经当中读出恐惧来，那你们已经读错了圣经。你们看旧约圣经残酷不残酷？但是没读好圣经。如果我们没读好圣经的话，那么怎样才能读好圣经呢？怎么才能读好圣经呢？你们要找到这个正确的途径哈。那么我自己没读准，没读正，但确实是个没有用，废弃圣经，这样的行不行呢？那是不行的，这样蛮不讲理的读经方法是不行的，不是错在上帝上，而是错在我们上，是我们完全曲解了旧约圣经。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当中说，反复的强调旧约圣经。耶稣怎么讲的？马太福音5章20、30。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们听见过是吧？你们听见过，你们是这样理解的，你们也是这样学到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你们理解错了是吧？以眼还眼，人家挖一只眼睛，你也挖一只眼睛；人家拔一颗牙，你也去拔一颗牙。不是这种以恶还恶的方式，但是你们却理解错解错，把它理解成这样。你们是这样听到的。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不是我原来的旨意。你们曲解了它。我所希望的是我的旨意本意是。明白了什么意思没有？我这句话的本意是应该怎么理解呢？不要与恶人作对。拔你牙的人，你要也怎么样？不要跟他作对，是吧？要原谅他。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就爱你的仇敌。心里没有恶意，是吧？我的意义就是让你们心里没有恶意，而你们却曲解了我的本意，是吧？明白什么意思没有？旧约和圣经呢，其实都在彰显上帝的爱的本质，是吧？你们曲解了圣经，曲解了上帝。我想告诉金荣月博士，是吧？所以金荣月教授说，旧约没有用了。但是别的神学家呢，也讲不到这一点。我现在就心里思愁啊，想写一篇文章啊。但是我的口才不如金荣月教授是吧？说不过他，他是名嘴。金荣沃如果是他得癌症来到我前面，我可能说过他，我可能说过他。但是他知道的太多了，是吧？满脑子都是知识。我是怎么也说不过他金荣月教授口才是厉害，跟他较量干不过他，一般人干不过的。怎么样才能，起码能捞到本钱呢？所以我现在思量这个问题，先思量这个问题。即便这样讲呢，金融业教授还是有话可讲，是吧？还是有话可讲。
怎么讲也能讲出点植物毛友来，那我就没话说了，是吧？但是从你们的角度来讲，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们啊是对的，是吧？如果金教授也能承认这是对的，那该多好多棒，那么等这个缘分吧。我们继续讲前面的话题，所以门徒们呢，听到耶稣的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彼得也来问说：“主啊，是我吗？”每个人都来问，可能每个人都做了回答，是吧？不是，十一个人都来了，最后在那里踌躇不定的人是谁呀？就是加略犹大。最后，啊，卖耶稣的又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不会这样讲。啊，十一个门徒来问完说不是以后呢？不是的话，那么最后一个人，那么心里最心知肚明是吧？那么恬不知耻的说，那么肯定扇他一记耳光，就是你啊，这多解恨啊！啊，这才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是吧？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是，然后说什么？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么谁先拿起的饼啊？当然是犹大。所以说给仇人饼吃，韩国有这样的谚语哈。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说递给他们说：“你们喝这个，你们都喝这个。”这个“都”里边包括谁呀？包括犹大。这是什么？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就是赦免很多人罪的宝血啊。让谁喝呢？你们都喝，这里包括谁呀？这个兜里面包括谁？当然包括犹太。如果我的话，我在耶稣的立场的话，我会说什么？我不会这样讲是吧？你们啊，这个兜这要省略掉，你们喝这个杯，犹大你靠边站是吧？但是耶稣说你们都来领受这个杯。兜的时候呢，这个安吉拉一下攥住了我的手，说李博士，然后痛哭流涕啊，痛哭流涕，把心内心当中的压抑的这种是东西都倾泻了出来，一下都倾倒了出来，心里从来都没有这样舒坦过、自由过啊！啊，他以为自己注定要去地狱是吧？上帝绝对不可能饶恕像我这样打婆婆耳光的人啊！上帝不会饶恕我的。但是看了耶稣、上帝，甚至连加略犹大都饶恕的上帝以后呢？啊，开始就嚎啕大哭，然后连声说感谢，哭了大概有一阵子，然后开始把内心的所有的真情都讲了出来。我是这样的人，啊，打那时以后来活着来不来劲儿了，有没有活头了？啊，从来没有体会的自由啊，上帝饶恕他的自由。自己饶恕自己的自由，啊，吃饭也香，睡觉也香，也想运动了是吧？越来越有活头，体淋巴能不能恢复啊？突然天地改变是吧？哇，我主人说想活了，哎，我主人不想死了，啊，说不用受惩罚了，啊，心怀意念突然转变，啊，主人所怀的心怀意念。我的那些错误的心怀意念，由于上帝的旨意，
临降到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念就转变了，是吧？为善是图了。啊，我有盼望了，我有希望了，有救了，安吉拉整个人完全变了啊！啊，感谢上帝！啊，打那时起啊，开始每天做这个新起点啊、运动是吧？啊啊，什么这个抹不开腼腆的那个内向的性格都没有了 ，T 淋巴呀。那么有没有再攻击他的啊、关节细胞的理由了呢 ？T 淋巴。恢复了正常是吧，反正、本来这个 T 淋巴也想要回到正常上去啊啊啊，这想巴不得要回到正常上去是吧，每天服用这些扼杀他们的药物、T 淋巴也受罪是吧，所以 T 淋巴也巴不得回到正常轨道上去啊，这样、关节炎呢啊，这些结痂呀、啊，关节里面的这个僵化呀，都化解了，纤维组织全都清除了什么，接口然后吸收，然后软骨组织重新再生，所有完全康复了。然后回到韩国以后呢，这个婆婆啊，有一个护士啊来看护的，这个护士坏得不得了。那么安吉拉只打了一记耳光，这个护士呢天天打他，谁也说不知道，他没法说啊，他讲不出来啊，天天欺负他。这个护士啊不听话就打这个了婆婆啊，这一物降一物哈，换衣服时候打，换戒指时候打、吃饭时候打，成天挨欺负。儿媳妇回来了，这个婆婆真是盼救星一样盼这个儿媳妇，这个儿媳妇脸上满面红光是吧，啊过去满面的憔悴，一看到自己的脸呢，安吉拉也是这个苦大仇深的，就说母亲用什么心回来的，用新起点生命运动呢，从脑梗塞也能恢复的，用这种信念回来的是吧，这种信念回来的，所以呢开始用新起点这个信息要给他用录音机给他听，你看我都康复了，说母亲你也能康复的，去帮着母亲恢复他的生命基础设施，给他说造米饭，给他吃蔬菜，这母亲呢天天吃听这个信息是吧，健康信息，然后成天被人家打呢，这回、打得回心转意了，然后是感谢什么，感谢儿媳妇了，属于这个婆婆终于被儿媳妇的爱所感激了，然后开始流下忏悔的眼泪，她说我以前真的对不住你，我这样刁蛮对待你，不领情，慢慢啊揉她啊，神经也开始恢复了，脑神经开始啊恢复是吧，再生，这个麻痹的身体也开始，嘴也开始回来了，说话也能讲出一点啊，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啊，这样就恢复。这个婆婆在安吉拉的呵护下，最后可以拄拐下地，而且能够讲话了啊！这就是爱所创造的又一个生命的奇迹啊！所以啊，上帝不是那种可怕的上帝、可怖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慈爱的上帝，甚至恩待那些仇人。上帝是可怕的上帝的话，上帝会怎么讲？那把那些汗蒸室里的所有的癌症患者都给他强制遣送到五台山来，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尊重我们的每一个选择，上帝真的想把所有的人都送到五台山来，让他来这里听生命的信息，但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做无理的事情啊，这是爱的本质，不求自己的益处，上帝真的想把所有的人都让他来聆听这个生命的信息，但是上帝不勉强，所以这个世界呀、有这么多不合理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除的，
那么你们不要埋怨上帝，如果上帝在的话，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一塌糊涂？大家不要这样埋怨上帝，不要怨天尤人。真正的爱是赋予我们选择的自由，并且尊重我们每一个自由的啊，所以大家要体谅上帝的心情啊啊！真是万幸，不幸中万幸是什么？大家顺从了上帝的声音，来到了新起点生命中心，来聆听上帝生命的信息，是吧？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所以大家。啊，祈求上帝，上帝啊，你让我医治好吧。上帝呢，你们来到这里呢，上帝已经在你们里边呢，已经在行使他的大能，让大家啊身体内恢复生命。所以上帝在感谢你们，说你来到这儿，我真的感谢你。所以上帝赋予你们生命的信息，是吧？让你们尽早的康复，从帕金森氏疾病赶紧的摆脱，赶紧摆脱僵直性脊椎炎。啊，从肺纤维症当中赶紧啊摆脱出来，从肝硬化当中赶紧摆脱出来，从脑梗塞当中、各种疾病当中、各种痛苦当中，尽快的让我们摆脱出来。上帝甚至就像父母真的巴不得让孩子快点好一样啊，上帝的心情就和父母的这种巴不得孩子快点康复的心情是一样的啊。你们祈求啊，你们不求不让你好，你们好好努力啊，不努力不行。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所以很多教会所宣讲的上帝啊，都是被曲解的上帝啊。这回你领受教训了吧？这回你乖乖的啊、哦？我看你乖不乖？我再看你啊，在心情好的话让你好啊，看你做的不好就让你不好，以后要学乖。不是这样训诫的上帝啊，就我们这个带孩子的时候总是这样训诫孩子，我们以为上帝是这样训诫的上帝，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是大慈大悲的上帝，眷顾那些弱者的上帝，是以柔克刚的上帝，上帝是恒久忍耐的上帝，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包容一切，即便我们是作恶的人，上帝也恩待我们。所以这个、啊、爱到底持续到什么时候？因为上帝不以恶还恶，是吧？所以上帝要用爱来呵护我们，来感化我们，啊，感化我们的心灵，啊，等待着我们聆听他的信息，恢复生命的那一瞬间。Okay？ 所以说，爱忍耐一切，爱信赖一切，相信你们有朝一日肯定会聆听上帝生命的信息。并且上帝恳切的在等待你们的悔改啊！啊，在这样上帝伟大的慈爱当中、伟大的忍耐当中、伟大的盼望当中、在伟大的信赖当中，希望大家所有的大家呢都能恢复健康啊！大家静静的读啊，不要这样啊，静静的舒缓的啊，来唱这首歌。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他对我真好，他垂听祷告，他垂听垂听祷告，他对我真好，上帝祝福我。
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他对我真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坚强的上帝，因为你是坚强的，你不强制的勉强我们，因为你是坚强的，所以你能包容我们一切的软弱。你时刻等待我们，对那些作恶的我们，你也用你无限的爱恩待我们，并且用你的大爱来感化我们。你是这样坚韧不拔的上帝，主啊，我们愿领悟你那无坚不摧的大爱，我们愿顺从你的大爱，我们愿领悟你的爱是真善美的至高境界，我们愿在这至高无上的真善美当中领受上帝你赋予我的生命的气息，我们需要你生命的气息啊！求你的生命气息能够恢复我们那些发生变异的基因，愿你的大爱能够保守我们，我们愿依靠在你的爱的怀抱里，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有平安与安息，让我们不再固执我们那些扭曲的不好的心怀意念，愿清空我们内心一切肮脏的东西，愿你临格在我们中间，用你的爱的旨意来恢复我们每一个细胞，镌刻重新镌刻生命的信息，用你的大爱，用你那无坚不摧的大爱，使我们那些发生变异的遗传基因重新得到恢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